网友哈，是对三国对历史哈，完全是颠倒扭曲了哈。赵子龙是帮刘备打天下，我是用这个来比喻哈。选举哈，我可以冲锋陷阵啊，为我们友谊兄打天下，打下来当然是他总统嘛。我讲实话，是我真的心里有士为知己者死。我哈，既然侯友谊兄能够这样这个邀我一起来选举，我跟各位讲，两肋插刀，至死无悔无怨，真的是这样。副总统就是备位这么清楚，那、啊、你民进党是不遵守宪法是不是？赵子龙当然是为刘邦，为这个刘备来打天下嘛。赵子龙怎么是为了刘禅打天下呢？我很了解分寸的，不要来挑拨了。不是跟他睡的，干净哦，整洁。支持者来运动大战侯友宜，把五股垃圾山翻转成下绿地。站在一旁的副手赵少康也不禁佩服。我以前做过环保署长了，对，八年柯文哲。你看设置还是那样嘛，那个炉渣物吧，赖清德做半年台南市长，台南市呢是这个黄金变垃圾。拿出超大看板，把三人市长政绩比一比，后方明代里长站一排，侯友宜大打政绩牌。我这个地方还有一口是我的大庄脚哎，他说哎，你先生我帮你多少忙，你还拆我的房子，我说这两码事啊。我们的副总统跟我的个性很像啊。他是不是非常有魄力的、啊？强调两人都是有魄力，赵少康就称自己是侯友宜的赵子龙，但这说法就被绿营解读，难道是侯友宜是阿斗吗？我非常有自信，赵少康非常有能力，强加强，就变成强强联盟的强强棍。网友哈、哦，是对三国对历史哈、哦。完全是颠倒扭曲。赵子龙当然是为刘邦，为这个刘备来打天下嘛。侯友宜永远是老大，是总统嘛，就是这样。我很了解分寸的。搬出历史，直言是被扭曲。赵少康强调自己就是副手角色，只是侯友宜进来不但被抹红，这让他自曝，民进党还曾经想挖角他当台中籍嘉义县长。别人想重用我，让我为国家为人民做事，我都心存感恩。侯友宜的人格不可以侮辱。侯友宜也在批赖清德，要他放弃台独党纲。赖清德就是造成国安危机最大的引战者。有捕手赵少康在旁，侯友宜态度凶猛，先把两岸这题的发球权拿回来。TVBS 新闻，钟颖伦、林一杰、宁轩 S 幺组新北采报道。